啊，大家都说澳洲的物价贵啊，其实也要看东西。比如我们来说一下这瓶白酒，从奥迪买的，然后这瓶白酒是2.69块一瓶，2.69块澳币一瓶啊，这样的白酒你在国内买不到，喝起来还是挺好喝的，12%的酒精度。然后再说一下贵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山竹啊，20块钱一公斤，它这么一袋是20块钱，20澳币，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挺贵的。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看东西，看你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价钱。这盒抽抽纸是1块钱一盒啊，然后这罐可乐，如果你买那个整罐的话，打折的时候是11块钱24罐，11块钱24罐，算下来大概4毛多分钱一罐，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杯子是2块钱一个。相对来说还是算便宜的。然后如果你到 Costco 买这种大盒的饼干呢，相对来说更便宜，这一盒是8块钱，8块钱澳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省着点花呢，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。